大家好，我新哥，今天的天气真不错，我们到河坝里面去抓鱼，看能不能抓到。你给我拿上了吗？这是梯子了，有人在还说就拿了这家。哦，那都拿过来和拿不好吗？这黄水货是黄给俺的位置，黄水墨鱼的，黄水墨鱼啊。他没事啊，他拉啊，他拉还得了。哎，九姐妹哦。我也把几个兄弟我偷。你去吃啥药喝的？药也算药一条，药一条是真的假？药了二十几条。我也是四小时偷的，你家娃娃还在？你看，哎，哇，在这给我打着呢。我要找几个，哎呀，都是你们的，他们找谁的呀？啊，你这个办法还好。那不是搞公司的。你要这话能省着了吗？省着了，落下来都。行，哇，我这给的，给你这个必须。来来，又水给的，行。你要自己拿，这看还是要办法对了，办法对了一下就。压着几下，压着几下。咦，喂喂，要什么块钱？我管了，我小哥哥。原价子啊，我看。可是一条大的。谁的？谁？这可是一只只，家鱼儿这只的。那放点子里呢？妈的，妈的，哪里去啊？哪里去？爸爸，这个是妈妈。我们这边的农村也没有什么大鱼，不过都是一些小鱼，回味一下童年的生活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。